这里是塔斯马尼亚东岸的海风与海浪。两小时前，我们与一群澳大利亚的小班如此偶遇，看样子他们刚刚完成一天的渔猎，准备收工。现在正是南半球的夏季，下午六点，阳光还很足，鸬鹚们张开翅膀暖身子，聚在一起等着看日落。这是属于他们的半日浮生。原始的快乐其实可以很简单：一块岸边的巨石，一缕暖暖的阳光，一起。